相遇，就连梦里都在准备穿什么见你，你不知道这都没有关系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要一杯奶茶。哎，好。全糖，加珍珠，加野果，加烧仙草，就是全料的那种。啊，好，稍等一下啊。几个能打的呀？我们班就没有不会打球的人。哎，说好了，到时候去看我打球。我去年可是咱们春晖的 MVP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那个三分球能有多厉害。那不唰唰唰，有手就行。行了，你送我到这儿就行了。这朋友不是挺多的吗？教你一招黑曼巴的过人神技，那就是用假动作晃开防守员的重心。当防守者失去重心，就意味着所谓的身高优势已经被打破。这雨怎么突然下这么大？是啊，老板，你不会刚好有伞吧？伞没有，但是多出来一件雨衣，你们要吗？地上路滑，要不你还是抱着我吧。免得你摔下去，我还得送你去医院。骑个自行车我还能坐不稳啊？就连梦里都在准备穿什么见你，你不知道这都没有关系。快有爱的那一刻，我变得忐忑，心里那个小恶魔变得好啰嗦。让我快点看到你微笑着，我有一句喜欢你，想要偷偷对你说。你现在特别像我邻居家那只狗掉水里。那我告诉你什么叫猛狗攻击。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人坐在这干嘛呀？这么晚了，你干嘛去了？
我当然是寻找你的幸福去了。我跟景海在一起不会幸福。你都看到了，那我就没必要瞒着了。我已经从秦海那得到了宋凌雪的第一手资料。宋凌雪这人非常自律，长得像天鹅，吃得像天鹅，一顿饭就吃两片菜叶子，一年300多天，不是在比赛，就是在去比赛的路上。但是，你要是想偶遇他的话，你可以去滨江大道上看看，因为他早上会去晨跑。还有，他特别喜欢吃糖，这个秘密一般人都不知道。我对他的事不感兴趣。不，还有件事你一定感兴趣。我帮你报了校庆晚会的主持人。啊？停电了！哎，会不会是校庆的额外彩蛋？这停电了，还有这种事儿啊？怎么不可能？哎，这什么？什么？哎哎哎，对对对，找林夕。哎，好。这干嘛？林夕，这光好像是冲你来的。林夕，你站在聚光灯下，果然很漂亮。这都你搞的？对啊。你刚刚不是说看到季军星和宋凌雪站在聚光灯下很好看吗？我就拉了学校电闸，让大黑牛他们充当人工追光师，让你也体验一把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，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考那么大阵仗干嘛？你不怕谢主任抓？怕，所以要赶在他过来之前，把想要跟你说的话给说了。什么话？其实也没有准备什么漂亮话，甚至于这些都是临时起意。只不过因为刚刚在后台注意到你有些失落，我没有办法去揣测你失落的原因。但是，我愿意用100%的努力去化解你的不开心。浮夸。林夕，我也想让你站在光里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你站不站在聚光灯下，在我眼中，你都一直在发光。因为，我那边一堆人围着干嘛呢？秦凯，又是你，等着受处分吧你！林夕。林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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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走。早啊！出门啊？去哪儿啊？和你啊，去书店。啊！昨天你睡得早，忘记告诉你，江一鸣今天有事儿，你跟宋凌雪合照的任务交给我了。你还身兼多职。没办法，为了生活。光圈焦距 ISO 键。我说，你知道快门在哪儿吗？我没那么小白，好吧，我只是不懂这些参数。来吧，我给你示范。你会吗？看啊，这里能调节光圈大小，光圈越大，景深就越浅，更能突出拍摄主体，后面的背景就会更加模糊，拍出来有一种朦胧和柔和的美感，比较适合拍人像。
怎么样？自己看吧。哦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蹲下来拍一点，那样显腿长。明白。林夕，现在有点太低了。其实你可以试试半蹲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们拍成两米吧。哎，好看好看，再来一张啊！谢谢谢，你能不能笑一下，友善一点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保持啊，保持，保持，保持！啊，这光好好看。对，继续，你能不能稍微放松点，就整个身体松弛一些？就比如说可以靠个墙啊，然后就让自己对。这样。脚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把这个右脚就是伸到外面，然后左脚弯曲，然后上身就放松。对对，放松放松。然后脖子下颌线露出来，去沐浴阳光的感觉。哎，你是老年人吗？脖子那么僵硬，就往那看。放松放松，去找眼神光，看那。解决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赶紧拍啊！啊，你知道了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别动啊！别动别动，去站那儿。哎，对对对。看那里，别看我。答案是含笑半步癫。你别看我，立马脱了都不应该啊！氧化二氮，石头软金伞。别瞎猜了，还记得当时老板说的话吗？扶持运末期，新人运气也很重要。对，这应该就是老板给我们的提示。还有，鸢尾花的花语是爱和信任。如果老板的最终关卡就是要考验我们之间的信任呢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起推算出的答案，我相信不会出错。那如果一直错呢？至少有我陪着你啊。不改了，含笑半步癫。恭喜玩家顺利通关。象征爱与信任的鸢尾花将永远祝福你。终于过关了。